这就是那个上次那条街了，我估计机场大巴就应该在这儿。虽然我现在完全不确定啊它的位置，我现在找一个人问在哪儿买票。上一次停就来这面停的，这个车是吗？这里面是车站吗？怎么这两道转旋转门呢？要了命！我操！哎，我先找个卖票的地方问一下，这是咨询台。